2015年 江西南昌 西汉海昏侯墓文物保护工作站 海昏侯墓是汉废帝刘贺的墓 刘贺是汉武帝的孙子 他只当了27天的皇帝 就被废黜了 他的墓葬陪葬丰富 是截止目前出土金器最多的汉代大墓 但是比这些金器更珍贵 是同步出土的5000多枚竹简。由于年代久远，这些竹简在刚出土的时候，就像一堆烂泥巴。科研人员用先进的科技对这些竹简进行了修复和保护。竹简像打了哈欠，它像在伸懒腰，这是一次等了2000多年的苏醒。经过专家的辨认。 在已经发现的这些竹简当中，有500多枚竹简，内容居然是《论语》，而且应该属于失传已久的《齐论语》。《齐论语》是《论语》最古老的版本之一呀。它在汉末魏晋时期就失传了，谁想得到，1800多年之后还能重见天日啊！是啊，东汉末年，大儒郑玄综合了《齐论语》。 等多个传本编校整理了《论语》，并为其作注。郑玄的注本也成为了后世《论语》流传本的基础。先生，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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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生，听说郑先生在此隐居，特地赶来求教《论语》。郑先生，您注释的《论语》，我们都爱读。哦。 为什么爱读《论语》？因为《论语》主要记的是先师孔子和孔门弟子的言行。嗯，这样一部重要典籍，历经秦火和战乱，传至大汉初年，出现多个传本，有《齐论语》，有《鲁论语》，还有孔壁中发现以古文字书写的《古论语》，如此多的传本，读起来非常费力。 是啊，所以我以《鲁论语》为底本，参考《齐论语》《古论语》，编校整理，并为《论语》作注，希望后世人能读《论语》而知如何为学、为人、为政。 这是一份1000多年前的课堂作业，写作业的是一个叫卜天寿的少年，他是唐朝人，生活在当时西周高昌县，也就是今天的新疆吐鲁番，而这份课堂作业抄写的正是郑玄的《论语注》。唉，这个郑玄先生要了我的命！ 什么时候能抄完啊？哎呀，快点抄吧，我的羊都饿了。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。卜天生，你最聪明，你告诉我怎么才能早点放学？我觉得咱们抄得也差不多了。我的有这么长，我的有这么长，我的比你们的还长。 这是什么？你自己念。写书今日鸟，先生莫闲迟。明朝是假日，早放学生归。你就那么想放学呀？现在是春天，窗外春光甚好。按《论语》所说，我们应该出去玩耍。对，出去玩耍。哦，这《论语》里哪句话是教你们出去玩耍了？暮春者。
春服继承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与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。你们既教你们出去玩耍的话，倒是记得挺牢。那先生，您是赞同孔夫子让我们出去玩耍了？这不是孔夫子的话，是他的学生曾皙说的。暮春时节，想和朋友们一起去河里洗澡、吹风，哎呦，唱着歌回家。那孔夫子赞同曾皙吗？孔夫子非常赞同，他不仅向往这种生活美景，更向往贤能在位，百姓各得其所，天下大同的景象。天下大同，那先生是愿意放我们出去玩耍了？是先生呀，要带你们出去玩耍。真的，先生真好。那我们就愿意努力学习，做君子。我也是。好，好，好了，作业呀，明日再抄。今日带你们出去玩。出去玩好。慢点儿。一部《论语》，千古流传。一位老师，万世师表。中国人的仁德智慧，2000年的风骨性格，都蕴藏在这位老师和他学生的对话里。今天，在典籍里的中国，就让我们一起识读《论语》。